好，咁頭先咧同大家温咗個頂點式噶啦 ，a 括號 x 減 h 三括號二次加 k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講2015年第十二條啦。OK， 次方點樣答？笑咗你啊！次方點樣答？好，大家都識打次方啦，係咪？好 ，anyways， 好啦，平均數加埋去除翻個總數，咁啊冇乜嘢啊，中位數中間多一剁一刀啦，咁啊分布域最大減最細啦，79-40啦，咁啊答案係39啦，咁啊呢個最容易嘅，咁我哋寫咗呢個先啦，即係79-40，就即係39。咁啊，攞咗一分嘅啦，三分里面攞一分送嘅 ，OK。咁啊，中位数要数下几多个啦，啊，数手指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二十即系代表十个十个，第十个同第十一个嘅中间啦，因为第十个嗰度落刀啦，我哋。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前面七个，七加三就十，咁所以嗰一刀咧就喺呢个位落去啦，呢个位，咁即系呢个位落完刀咧，个答案咧就52+52除2，咁52+52除2咧，一样都系52啊。咁所以中位數咧就係52嚟嘅 ，OK。平均數我哋唔計啦，篤機嘅啫 ，OK， 自己篤啦。好啦，咁而家話兩個人咧新加入去呢個學會入面，而家有兩個人新加入去呢個學會裡面，佢哋嘅平均，佢哋體重嘅分布嘅平均值及分布域。都增加了一，問你這個人的體重是多少？分布域增加了一，那是什麼意思呢？分布域增加了一，即是什麼意思呢？即是說39，你就會變40了。39加一，那就變40了。那怎樣才可以令到分布域增加呢？那很簡單而已，就是一是最大嗰個數咧加一，最細嗰個數不變。如果你最大個數加一，最細個數不變，咁你咪可以做到個分布域加一啊。所以即係話我哋咧第一個可能性就係話嗰個人最重嗰個人咧係80，就唔係79啦。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最輕嗰個人。少了一咯，最輕的人少了一就40-1，咁就即係39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一係咧就 case two， 最輕的人咧就係39咯，得唔得？嗱，咁唔係好難諗嘅啫。呢一年都算淺嘅啦，即係你分布域加一啫嘛，咁就即係最重嗰個多咗1 kg 咯。或者最輕嗰個少咗1 kg 咯，咁啊兩個可能性咯，咁列曬出嚟，咁啊做到噶啦 ，OK。好，那下面這裡就是我所說的東西了，下面那裡
就是我所講嘅嘢啦。我哋分開兩個 cases 去睇嘅，就係話最輕嗰個啦，就變成40-1，咁啊39啦，啊40-1，咁啊39啦，或者最重嗰個咧就79+1。細啲嗰個叫 A 啦，即係重啲嗰個我哋叫 B 啦，就79+1，咁啊變80啦。OK， 好啦，咁點樣可以計咧？嗱 ，set 翻條公式，咁啊做完噶啦。啊，條公式咧唔係好難嘅啫。點樣去做咧？嗱，嗰兩個人我哋叫一個 A 一個 B 啦。咁剛才咧我哋計到咧個平均數咧篤機嘅啫，篤到係55。咁55你要有20個人啊嘛，咁 total 係幾多啊？咁咪乘20咯。咁所以嗰兩個人再加舊嘅 total 咧，就係5 A 加 B 再加55乘20咯。咁而家你個分母係幾多啊？分母咪就係20個人加兩個，咁咪22個咯。因為20個人再加 A 再加 B， 咁咪22個咯。就等於新嗰個平均數加一，等於舊嗰個平均數55+1，咁就等於新個平均數就即係56嚟嘅，得唔得？咁呢個右邊56就咁樣出現嘅，咁你就 set 到呢條式啦。跟住調位，你就做到 A 加 B 係132。調位咁唔難啦，你22乘56再減呢個數，你篤機嘅啫，咁你就做到132啦。做到132咁好簡單啦，132你減80。同132你減39咧，你又做到咧132減80咧，就應該係52嚟嘅。咁132減39咧，就應該係93嚟嘅。咁93即係話佢重超過咗80啦。咁所以咧 ，case one 咧就係錯嘅，冇可能嘅。只有一個 case 就 case 2， 所以即是說 A 那個呢輕的就52，重的就80了，因為93呢太遠了，即是太重了，它重得滯，那就不能夠兩個情況都可以滿足到。我發現呢你們呢是不懂呢個 webs，即係如果你哋用電腦上網咧，你哋個 WhatsApp 可以同嗰個電腦一齊噶嘛？你哋識唔識噶？我用 iPad 上堂啊 ，Sir。哦 ，iPad， 我明白。iPad 都有 WhatsApp 噶喎 ，Web WhatsApp 噶。有冇試過用啊 ？Web 你講咩啊？唔明啊，唔明，我示範一次俾你睇。唔使啊，兩樣都有啊。咁你明就得啦，唔講啦，我哋講翻數啦。好啦，咁啊講完啦呢條，咁啊冇問題，我哋下一條啦。2015咧 KO 咗啦，跟住2014啦。嗱，你聽咗幾年咧，你會覺得咧理論上就會即係感覺良好啲嘅。如果你聽過我講解一次。自己做咧會好痛苦啊！即係你個盲點咧冇，即係你睇到或者未必分析得咁好啦。咁我同你講一次咧會好啲。好，2014咧我揀咗出嚟啦，而家分享翻俾你啦。嗱，2014咧就有啲變化啦，終於咧係有啲唔同啦，係軌跡啦。嗱，軌跡咧原來咧可以考喺12題嘅喎，不過呢條咧就淺啲啦，咁所以佢就軌跡咧就擺前啲啦。因為我哋講過啦嘛，第9條係 A1 嚟噶嘛，即係甲一，第10條就係嗰個第一條嘅長題目啊嘛 ，A2， 跟住10、11、12，即係第3條嚟噶啦，呢條係第3條 ，OK， 咁樣。好，軌跡啦。
咁軌跡點做咧？一定要知道圓方程咧嗰條式啦。記唔記得圓方程你要識係咩啊 ？x 減 h 生括號二次加 y 減 k 生括號二次就等於 r 二次啊嘛。好啦，咁咧，有冇圓心？有啦，個圓心就係 G 嗰點啦 ，G 括弧零三，咁即係 G 括弧零三咧，你就可以知道咧 ，H 就係零啦，K 就係三啦 ，OK，H 就係零 ，K 啦就係三啦 ，OK。好似少咗一個嘅，除咗阿朱生，少咗邊個咧？數唔到喎。阿朱同學有同我請假喎，咁除咗佢，仲有邊個咧？你哋咧啲學號咧又係唔寫，睇死人！十三是邊個嚟啊？十三號是邊個啊？我。OK。十四。十四咧？十四是邊個啊？十四是邊個啊？冇咗嘅。邊個人係十四啊？喂，真咯。咁十三係邊個啊？陸嘉榮啊嘛。唔係十三係我。咩？我係十四。我係十二啊。四。點啊？你啲我可唔可以打翻學號啊？喂。一上年啊。好似阿杜琪明唔喺度啊。啊！收嚟就，收嚟就。啊！終於揾到啦！我知啊，知啊，我見到啦，係啊，杜琪明，我記得啦，佢走咗去上其他堂。啊！我終於記得啦。好啦，咁繼續啦。好啦，咁代翻入去。咁啊 ，R 咧就麻煩啲嘅。咁啊 ，R 咧就點揾咧？就揾圓心同嗰個是第一點嘅距離啦。咁啊 ，G 喺度。咁啊 ，A 喺度。咁你要用距離公式啦，嚇 ，y 2減 y 1 x 2減 x 1嘅二次，然後相加啦 ，OK。咁呢條咧就比較長啲，呢條咧就比較長啲。咁成個距離咧就係個 R 嚟，但係你右手邊要二次喎，咁所以 R 成個二次咪冇咗嗰個開方咯。明唔明到個邏輯啊 ？R 冇咗個二次，咁你咪冇咗個開方咯。咁你明咧，我就寫翻出嚟啊。X 減咧 ，H 係零，慢慢代落去啊。嘅二次再加 Y 減 K，K 係三嘅二次。好啦，就等於 A 同 G 嗰個距離啦嘅二次啊。OK， 好啦，咁 A 同 G 嘅距離咧，即係咩咧？我哋下一步先寫啦。A 是6，個 X 啊 ，A 是6 ，G 嗰個 X 是零，咁啊，所以就六減零啦。到 Y 啦 ，A 嗰個 Y 咧就11嚟嘅 ，G 嗰個 Y 咧就3嚟嘅。咁你又開方又二次，咁即係抵消咗啦，咁即係可以唔使寫啦。
咁但係雖然唔使寫啫，我哋循例都寫一寫俾你睇啦。啊，費事你一知半解啦。啊，呢度開方，再二次喎，咁咪冇咗個開方咯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個答案係咩啊？個答案咧就係而家上面呢度啦。個 answer 係 x 二次加。Y 減三，咁啊唔使乘開佢嘅，因為標準式咧就唔使剪開佢嘅。一般式你先要剪開佢啫，標準式係唔使剪開佢嘅。咁右手邊咧就係咩咧？六嘅二次就三廿六，三廿六再加八嘅二次，八嘅二次六十四，三廿六加六十四就一百嚟嘅。咁即係話其實個半徑咧就應該係十嚟嘅，因為一百嘅二次。100的開方是10來的嘛，所以10的二次是100嘛，所以右手邊是 R 的二次嘛，所以呢 R 就應該是10來的，行不行？那就是呢，我們現在的資料呢寫回來出來先，就是說呢，這個距離呢 R 呢就是10來的，行不行？那如果你出面考試呢，你記得啊，這裡你就要改回做100，就是你知道右手邊是100，但係個 R 係十嚟嘅，得唔得？好，咁啊做完咗 A part 噶啦，即係 A part 咧就係 x 二次加 y 減三二次，就等於咧六減零次，再加十一減三二次。咁跟住再化簡，但係左邊就照抄，右手邊變一百。咁你就記住啦 ，R 咧就提自己係十啦，而個圓心 G 點咧就係零三啦。咁呢樣嘢咧應該之後有用嘅，咁啊提翻大家嘅啫。OK， 之後應該有用嘅。咁啊兩分。好啦，到 B 啦。嗱，軌跡一定係問你咧，好多時問你咧兩點嘅長度，即係距離啦。兩點嘅長度即係距離一樣，咁你只需要咧將個關係咧切翻個 x y 寫翻出嚟咁就得噶啦。將個關係嚇切翻個 x y 寫翻出嚟就得噶啦。咁點樣寫咧？嗱，我依家圈住呢、這個 A P 咧就等於 G P。P 就係個軌跡 ，P 係會喐嘅，佢喐到一個軌跡叫伽馬。嗱 ，L 調翻轉係讀伽馬 ，OK。咁問你呢個伽馬嘅方程係乜嘢？嗱，如果你有印象咧，你可以畫圖嘅。如果你聰明咧，你會畫咗圖會快啲嘅。咁樣，咁跟住要點一點個 A 同 P 同埋 G。嗱 ，G 喺度啦 ，A 我當呢度啦，高少少啦，因為呢個要六十一啊嘛，呢個要零三啊嘛，咁而家佢要 AP 等於 GP 喎，咁 AP 等於 GP 咧，唔知你 feel 唔 feel 到啦？點樣畫出嚟咧 ？AP 等於 GP，P 係喐嘅喎。三、二、一，冇錯啦。第一點咧，就應該係中間嗰點。第二點咧，就應該上同下。咁所以咧，無限嗰啲點形成咧，就應該係垂直平分線啦。垂直平分線啦，唔知道大家 feel 唔 feel 到啦？其實咧，好易 feel 嘅啫，中間。呢度係垂直平分，等等先啊！
好。嗱，垂直平均线其实即系切直线方程啫嘛，即系其实即系计直线方程啫嘛。咁计直线方程得一招嘅啫。就係、是、y 減 y 一等於 m 括弧 x 減 x 一，好啦，咁你識得計識得計嗰啲公式咁咪得咯。是的，等一下先啊，是的，那么个斜率怎么计啊？那么首先计了这个斜率先咯，跟着调转加个负咯，来来去都是这样嘛，11减3除6减0，咁你得到呢個 m 咧，就係8/6，8/6約簡咧就即係4/3。咁你調轉加個負咧，你呢個當 m 一啦，你呢個當 m 二啦，咁你就做到噶啦。OK， 我寫得唔靚，我寫靚啲先。嗱，呢個我當 m 二啦 ，x 減 x 一。咁你調轉加個負啦，呢度就-3/4嚟噶啦，得唔得？嗱，你4/3，你垂直線啊嘛，調轉加個負啊嘛，上下顛倒。咁嗰點啦，嗰點係咩咧？嗱，嗰點咧，唔知你 feel 唔 feel 到咧？嗰點咧，其實就應該攞中間嗰點嚟嘅。咁啊，中間嗰啲咪相加除二咯，零加六除二咪3嚟嘅咯。咁另外嗰啲咪3+11就即係14，14除2咧就即係7嚟嘅。咁即係3同7。咁所以我哋嘅坐標咧，只係要3同7，擺翻嚟個 y 係7 x 係3，跟住調位咧。你又做到4y 減28就等於-3x 加9，跟住再調位咧就3x 減4y 減28減9，即係減37啦，咁啊等於零，咁啊做完咗啦。咁個幾何關係好簡單啦，頭先講咗啦，垂直平分線。咁你打翻嗰5隻字，咁就得啦。垂直平分線，到第三啦，最麻煩啦。嗱，頭先嗰5分咧，應該咧攞咗咧，B2就應該1分嘅，咁B1就應該2分嘅，咁加埋就應該3分，咁B3就應該係2分嘅。問你嗰個四邊形嘅周界，問你四邊形嗰個周界。好啦，咁個四邊形嘅周界咧，你首先要知道個四邊形咧點樣畫先啦。咁點樣畫咧個四邊形？AQGR 嗱 A 你有啦 ，G 你有啦，但系問題就係 Q 同 R 在哪裏啦？嗱，佢原來咧佢就話啦，伽馬咧與 C 咧，伽馬係以一綠色呢條打直打斜呢條線啦。咁我為咗等你易睇啲啦，我用黃色啦，
黃色呢條線同藍色個圓圈相交於嗰兩點啦。咁即係話咧，原來咧 Q 個位咧就應該係上面 ，R 個位咧就應該下面。哦，你連埋一齊，哦呢度咪半徑咯，係咪？咁我哋頭先做咗噶嘛，個半徑係十嚟噶嘛，係咪？咁你已經做咗兩條邊啦，係咪？問題就係另外嗰兩條邊咧，你如果計到咧，咁你呢個周界你就計到啦。問題就係另外嗰兩條邊咧，會係咩咧？嗱，頭先我哋話垂直平分噶嘛，咁有垂直有平分，你望落去似唔似一個好對稱嘅四邊形啊？咁一個好對稱嘅四邊形即係咩啊？零型啊，系啦，即系零型嚟嘅，即系零型嚟嘅。咁即系话，其实基本上咧，四条边都系十嚟嘅。咁四条边都系十，咁个周界咪就即系四乘十，咁咪四十咯。因为佢咁靓，咁即系佢零型嚟噶嘛。咁所以佢就系四条边都系十。咁所以个答案咧，个周界咧就系四十啦，十乘四。咁啊，四十啦，咁啊，終於做曬啦。好，有冇問題？冇啊，下一條。2013啊。又是那些，又是那些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叫来来去那些，你现在会觉得容易了很多了。因为之前叫你乘开去你就很痛苦了。现在乘开了去就很容易了，是不是？那你乘开完比较去一二三三个数，那你 就可以做到 ABC 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慢慢乘开去，那就基本上做到了。那但是雖然慢慢乘開去好似好容易嘅啫，咁但係我都要陪大家做一次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而家咧，我陪大家咧做一次先。首先咧，呢度咧，你就剪開嗰個右邊嗰條色啦 ，x 減二再乘 ax 二次加 bx 加 c， 嗱慢慢乘開去咁就得噶啦。咁啊，變咗第一個數咧 ，x 咧，你乘 ax 二次喎，加 bx 喎，加 c 喎，再減二咧，乘 ax 二次喎，加 bx 喎，加 c 喎。嗱，你可以咁樣慢慢寫出嚟都得噶。咁就變咗係咧 ，ax 咧三次啊，加 bx 咧二次啊，加 cx， 減兩個 ax 啊二次啦，減兩個 bx 啊，減兩個 c 啊，同兩項合拼 ，x 三次又照抄，啊 bx 二次咧就減二 ax 二次啦，咁就為之一組。跟住咧 cx 咧減二 bx 咧就為之第二組，而最後嗰組咧就係負二 c。咁即係我哋再抽個出嚟。即係你唔使急，你慢慢做，做到呢嚿嘢為止。就 b 減二 a 咧，就係 x 二次嚟嘅。咁而 c 減二 b 咧，就係 x 嚟嘅。咁
咁最後就意思。咁所以因此咧，我哋就對位啦，我哋對位啦，對翻呢個三 x 三次減七 x。二次加 kx 减八，嗱慢慢对啊，吓，咁你就做到个 c 先啦，做到个 c 先啦，负二 c 咧就等于负八，咁 c 咪就正四咯，咁咪做到个 c 位啦 ，OK。做完個 C 位啦 ，A 位咧就係第一個數，即系 A 位就係三咯。咁你又做埋個 A 位啦 ，OK？ 咁就再做埋個 B 位啦 ，B 減二 A 咧就係負七嚟嘅，但系 A 剛才計咗係三嚟噶嘛，咁所以 B 減二乘三咧就係負七嚟嘅。咁因此你就可以做到咧 ，B 咧就係咧。負七加六，咁即係負一嚟啊，得唔得？咁就攞曬呢四分嘅啦，咁啊攞曬呢四分嘅啦，得唔得？咁咪住先，見唔見有個 K 啊？見唔見有個 K 啊？不如我哋計埋個 K 啦，順便個 K 咧就係咧 C 減二 B， 咁 C 咧剛才計咗係四。跟住減二乘負一，咁我哋就可以計到個 K 啦。咁就即係四加二，就即係六嚟啊。咁我哋做埋個 K 係六咧，一陣咧就可以幫我咧計埋個 B part， 因為我哋本身條式咧係冇嗰個冇嗰個。冇嗰個 K 噶嘛，咁我哋揾埋個 K 咧，方便我哋做長除法啦。因為條題目咧個 B part 要你解嗰個方程，咁又係做一個長除法啦。好啦，但係頭先咧，你左邊咧其實你做咗嗰、那個式噶嘛，咁所以其實我哋已經長除突啦，已經今年咧就好啲啦，就唔使你長除啦，因為你已經長除咗啦，好似咁我哋咧基本上咧，原來係個 K 咧都可以唔使做。好啦，咁我哋代落去啦。嗱，代落去好簡單嘅啫，就係 x 減二乘翻呢個。咁你又係用二次公式咁啊做到啦。因為你而家做到 A 咧就係三嚟嘅 ，B 咧就係負一嚟嘅 ，C 咧就係四嚟嘅。咁即係換言之，呢個數。x 就等於二嚟嘅，或者啦，呢個數等於零。咁呢個數等於零咧，你就用 delta 啦，負 b 加減開方 delta 除二 a 咁啊得噶啦。咁我哋循例都做一做啦。x 咧就係負 b， 負負 b 即係正一啦，加減開方 b 二次 ，b 二次即係一嚟嘅。減四乘 A 乘個 C 啊，除二乘三，咁你又做到 X 咧，就係等於咧一加減開方負數啦。嗱，十六乘三咧就即係四啊八嚟嘅，咁即係負四啊七嚟。哦，咁即係不是實根啦。咁而家人哋問你所有根係咪都係實數，你就話不是啦，不同意啦，因為個 delta 咧，因為個 delta 係等於負四啊七，細過零，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不是實根啦。
既然佢唔係實根，咁就即係唔係實數，唔係實數。咁只要佢有啲唔係實數，就可以否決佢嗰句句子係咪所有根都係實數啊嘛。好，咁成條數咧，原來係唔使計個 K 添啦。明唔明啊？嗱，千篇一律嘅啫。今年就最好啲啦，唔使用長除法啦。之前咧好鬼煩噶嘛，要你用長除法嚇。但係最難咧，見唔見到邊個位啊？最難就係剪開呢嚿嘢，你要慢慢剪六嚿，嗱要有耐性嘅。如果你冇耐性咧，做呢啲數咧，你呢四分咧就凍過水啦。如果你有耐性，好似我咁頭先慢慢砌咧。你一樣可以砌到 AX 三次啦，加 BX 啦二次啦，再加 CX 啦，跟住再減 2AX 啦二次啦，跟住再減 2BX 啦，跟住再減 2C。咁你中間嗰兩嚿咧就會係同類項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好似我咁慢慢做多一次兩次咧。你就會唔難嘅呢啲數，咁你就做到咧。第二個數咧就 B 減二 A， 第三個數咧就 C 減二 B， 係咪啊？跟住第四個數就減二 C， 減二 C 寫漏咗。咁你就做到咧，呢嚿嘢係負七，呢嚿嘢係 K， 呢嚿嘢係負八，呢個係正三。咁你就可以做到個 A、B、C 嚇。咁你話係咪真係太難咧？佢係難嘅，但係你要習慣咯，習慣佢係咁樣去展開。咁你習慣咗咧，就 OK 噶啦。好 ，KO 完二零一三啦，就二零一二啦。喂，有冇啲人要申請？你哋個個咁有錢，唔使申請嘅，我都想申請嘅，但係我唔好意思啊。係啊。點樣申請啊？唔知啊，你有少少嘢，跟住同我講，跟住我就轉介你俾個老師，個老師叫你可能填翻份表，填翻份 form 咁就得㗎啦。你求其寫話咩經濟有困難啊，咁啊證明。我要。你私底下 WhatsApp 我啦。哦。攞堂先，咁我轉介睇下個 Miss 可能俾份表咧。應該就好鬆噶，我而家覺得佢呢啲。咁所以既然佢有錢，咁梗係你哋有得攞嘅攞啊，係咪先？嗱，都十二條啊，呢度啦，嗱，呢啲咧就複雜啲嘅，因為咧佢涉及咧兩個形狀嘅，佢通常咧就咁樣擺落去嘅，咁通常咧佢就有啲水啊，或者有啲奶啊，嗱呢度佢係玩裝奶，跟住倒整落去，跟住啲奶咧就會漏出嚟，咁啊漏奶咁啦，又係玩埋啲咁嘅奶嘅遊戲啦，成日都係咁啊。嗱，咁而家咧，首先你慢慢嚟先啦，嗱四廿八九廿六俾曬你嘅，咁跟住問你個體積嘅。咁之前講過啦，體積就係嗰個圓面積、底面積乘高除三啊嘛。咁呢個就係 R 嚟嘅，咁呢個就 H 嚟嘅。咁你代翻落去咧，有 R 有 H 咧，個 A part 咧就做到噶啦。OK， 得唔得？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寫翻啦。嗱，呢個 H， 呢個 R， 咁我哋 A part 咧。我做喺呢度啦，就 pi r 二次乘高除三，咁所以答案咧就系 pi 乘四廿八二次乘高系九廿六除三，咁你答案要以 pi 表示咧？你就篤機咧，就唔好篤個派，就寫最右手邊，跟住就寫 cm
二次，嗱，一定要寫單位啊！好多人唔記得寫單位，咁啊篤啦，九啊六乘四啊八乘四啊八除三，咁大嘅九啊六乘四啊八乘四啊八除三，哇，好大喎、啊，73728咯，真係～出卷嗰啲咧，即系咧，硬系要出啲数咧，好鬼大嘅，啊三次，中意大啊嘛，系佢好中意大，唔知点解，因为佢觉得大咧就深啲咯，咁你平时做嗰啲数冇咁深，咁佢就觉得深啲就变咗大学，啊唔好理啦，总之都系咁做嘅啫，咁跟住咧佢话把半径咧。为60cm 的半球体圆容的半球形的容器，哇，好难读啊！半球体的形状的容器叫半球形容器啊，圆垂置于一水平面上面，而这个容器装满了牛奶，装满了牛奶。咁跟住咧，问你这个容器未摆这个锥体落去之前。这个半球体的奶满晒的，问你那些奶的体积是多少，未漏奶之前、啊、即是说幻想呢，你现在呢其实入面呢很多奶，奶是白色的嘛，即是这里全部呢很难画白色，我用红色、啊、即是整 整个半球体呢入面都是有红色的奶、啊，即是血啦，我当血啦，当 blood 啦，好冇？咁就派啊，要谂翻条公式先啊，大家 OK？ 嗱，一个球体咧就四 over 三派 r 三次嘅一个球体啊，咁半球体就即系一半除二，咁四除二咧就即系二 a 嘅，咁所以半球体个体积咧就二 over 三。派 R 三次 ，R 俾咗你系六十，咁你就即系话呢度就二 over 三派乘六十嘅三次，好啦，咁就六十乘，等等先啊。好，咁啊，篤記啦，六十乘六十乘六十乘二除三，哇，咁大嘅，六十乘六十乘六十乘二除三，哇，真係好大喎，一四四三個零，跟住派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呢啲嘢都係基本嚟嘅啫，唔係好難。最難咧就係咧，而家有個工匠咧，佢就話啦，當呢個容器擺落去嘅時候，擺落去嘅時候，咁佢咪有啲奶漏咗出嚟啊？咁佢就話啦，剩翻嗰個容器入面啲奶咧，個體積咧，會唔會係大過0.3 m 3次擺落去？剩翻咗啲奶，而啲奶咧會唔會大過0.3？好啦，嗱，我哋咧要諗下究竟漏咗幾多奶啦？因為我哋原本幾多奶，就睇下佢壓咗幾多，佢壓咗幾多咧，
就應該是這個位置，有些麻煩，有些難看，就是我現在這個空間填滿它，這個應該怎樣畫呢？應該這樣畫的，它的線呢去到這裡，是的，就不會去到頂，那這裡，那就是說其實你現在其實是計這個平截頭體的體積咯，這個體積我們就叫平截頭體咯，平截頭體啊，上平下平，那其實就是大椎減小椎嘛，記不記得？大椎減小椎嘛，如果你知道大椎是多少，小椎是多少，那你就計到這個體積啊。那將剛才 B1 的答案減回這個體積呢，就知道它漏寫出來奶的體積咯。好了，那即是說找一個相似三角形了，那個相似三角形呢，不知道你看不看到了，我們要計算一個高度先了。那個高度呢都不是很難的，給我們是96的嘛。那問題就是這裡是多少呢？沒有給你的，那這裡有沒有給你呢？有給你的，有給你的，因為這裡就等於左邊48來的嘛。好了，但原本那個位置是60來的，那有什麼用呢？那有什麼用呢？你慢慢看，我們解開它，我們慢慢解開它，看看可不可以找到那個 關鍵位的，是那高度是多少。其實是找到的，我現在最核心呢，就是我現在紫色這條線那高度是多少。那其實它原本的半徑呢是60來的嘛，那就是說這一條線原本去到底呢就應該60來的，明白嗎？原本這裡去到60的，明白嗎？那究竟跟那個48呢有什麼關係呢？想一想，跟那個48有什麼關係呢？想一想，為什麼下面的高是60？因為它是半徑來的嘛。很簡單，我來多一次，這裡是半徑是60來的嘛。咁所以下面都係60咯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嗰個48咧，嗱，你可以呢度咧拉翻過嚟，呢度都係60嚟嘅，睇唔睇到啊？咁呢個就係48嚟嘅，睇唔睇到啊？咁你就可以用筆試定理啦。嗱，真係幾難睇嘅，即係你諗下，係有啲難度啊！你要睇呢啲圖咧，你要睇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用筆試定理。但係點樣去筆試定理咧？就是你要計這個高了，行不行？好了，那這裡呢，我們當它這裡是什麼英文字母呢？ X 吧，好不好？簡單一點，那我們就說 X 呢就是等於呢62次再減482次再開方，不是定理而已，不是很難，那你篤機了，應該是整數來的，60乘60減48乘481296，
撳緊機啊，等等。一二九六開。Sir， 你嗰條半徑嗰條線係咪畫長咗？半徑嗰條線點解係啊？點解拉到拉咗落去嘅？邊個位啊？你係六十？係啊。嗱，所以你要識睇咯。嗱，有啲難睇嘅。你諗清楚嗱，呢一點咧就係個最頂嗰度啊嘛。咁你拉落去呢度啊嘛。咁佢其實所有都是半徑嚟噶嘛，睇唔睇到？咁佢掃到落嚟邊度都是半徑咧，就掃到嚟呢個位，睇唔睇到？咁我哋其實如果你睇唔到咧，你睇呢邊啦，呢邊易睇啲。咁樣會唔會易睇啲啊？咁佢都是半徑嚟噶嘛，明啦嘛？咁即係呢個其實是半徑嚟噶嘛，好難睇嘅。我都話呢啲咧。即係神神化化，咁所以呢個咧 X 咧就終於計到咧係36嚟，所以最難咧就係你要用不視定理睇到邊個位係六十，邊個48，咁就用不視定理計咧，你就係62次減482次咧，再開方咧就係36嚟。好啦，咁跟住啦，你咧就終於有另外上面嗰一節啦。因為我哋而家就要為咗計呢度啊嘛，就96減36，96減36即係幾多啊？咁啱又係60咯。咁即係話我哋而家有兩個相似三角形咯，即係大椎同小椎咯，一個咧就60、36，一個咧就48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可以計呢個啦，我哋當呢個係 Y 啦。咁我哋就可以用個比例咧。計個 Y 啦 ，Y 除60，細除細啊，細除細啊 ，Y 除60係細嘅，跟住等於大48，就唔係除36喎，除成節喎，成節就係96嚟嘅咯喎，咁你就可以計到個 Y 啦，就按比例，佢又篤機啦，48。除96乘60，30嚟嘅，咁即系 Y 系30嚟嘅。好，计咗 Y 系30啦，咁跟住咧，你就大椎减小椎咧，而家终于做到啦。好，咁啊，明曬啦。咁你就用翻嗰兩條式啦，記唔記得邊兩條啊？大椎就係1/3派大 R 嘅二次，再乘大 H 減1/3派細 R 嘅二次，再乘細 H。好啦，何為大 R 咧？細 R 咧，慢慢理解啦。大 R 咧。就即係應該48嚟嘅，因為你係個底啊嘛。咁細 R 咧就應該係呢一度個 Y 嚟嘅，個 Y 嚟嘅。咁所以咧細 R 咧就應該 Y 就即係30，大 R 咧就48。好啦，到大 H 啦，大 H 咧即係成個 H， 成個 H 即係96嚟嘅。到細 H 啦，細 H 咧就即係上面嗰度60嚟嘅。即係呢個位咧，就係 X 細 H 嚟嘅，呢個就大 H 嚟嘅，咁就60。咁啊，終於有咗咧呢個體積啦，得唔得？咁跟住啦，你就將頭先牛奶個體積 B 一個體積去減翻呢兩個數，跟住篤機，你就可以知道咧佢個單位係咪一樣噶啦。而家影相先啊！唉，
個電話咧個密碼咧太複雜咧，有陣時心急咧都要打幾次先得，即係要整翻個簡單啲密碼。好，咁啊，開翻個答案俾你望，咁你就會明啦。一樣嘅啫，你睇到啦。咁我頭先咧重新講一次俾你睇啦。個三十六點出嚟嘅，個三十點計出嚟嘅，跟住將 B 一嗰個答案啦，嚇，再減翻嗰個數，就係嗰個嗰個體積啦。OK， 咁不過咧最大問題咧，你記得啊？你要篤機，因為你個答案唔係用派去表示嘅，派係三點一四幾啊嘛，咁你就將佢篤機，咁你發覺咧係零點二七七，所以咧最後咧就唔啱啦，得唔得？咁呢個咧第一個方法，咁下面咧仲有第二個方法，咁我哋就正常就唔會用下面嘅，因為下面嗰個按比例，咁我哋都係用翻上面呢、這個咁就算噶啦。OK， 咁成條數咧就係咁嘅啫。你話難唔難咧？再講多次啦，最麻煩嗰個位咧係邊個位咧？就係頭先阿羅樂言問嗰個位。羅樂言，你記唔記得你問邊個位啊？嗰個位就係其實就係最難嘅，就係嗰六十個位點樣反過去嚇？如果嗰個位你都識咧？咁你就基本上冇乜問題。如果嗰位你睇唔到啊，你就 click 咗喺嗰個位咧，你就唔知點樣計落去啦。因為你要記住圓球體咧，圓球體佢嗰條半徑可以發來發去，好似水撥咁啊嘛。套大宇宙有水撥式嘅倒轉地球，我哋計半球體嘅半徑咧，都有水撥式嘅半徑咯。係咪好正啊？呢個比喻。即係你幻想下一條水撥，好似擋風玻璃咁，佢撥來撥去，撥來撥去，佢條嘢唔會長咗噶嘛。咁所以全部都係 R 嚟嘅咯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到速率啦，而家仲有十二分鐘啊，應該講埋呢條咧，就啱啱落堂。嗱，速率咧。就係咁樣嘅。咁我哋而家咧個速率點樣計咧？記唔記得距離除時間啊？嗱，之前第一日可能你會唔記得，而家好多日噶啦，我哋上咗堂，咁應該記得噶啦。就係距離除時間，其實就係個速率啦，得唔得？即係話，如果我當呢點係 P 啦，你呢度發過去。咁你睇翻呢個位十二嚟噶嘛？咁十二除三點減一點咧，就係個速率啦。十二 km 除三點減一點，即係兩個小時啦。咁所以咧，你就即刻可以揾到咧阿佩玲嗰個速率啦。當佢何啦，何佩玲啦。OK， 好啦，到阿曾志偉啦。嗱，呢個志偉我哋叫佢姓曾啦。咁啊，曾志偉咧問你幾時停止喎？在該期間停止了多久啊？仲要問你停止咗幾耐？嗱，好簡單啦。曾志偉幾時有停過啊？佢咁樣行，跟住呢度再行。嗱，呢個位個距離咧，係咪冇上升下降？個距離冇上升下降，咁即係咩意思啊？即係佢休息，即係靜止，即係阿曾志偉喺打橫呢個時間咧就冇喐過，就即係靜止咯。咁即係話你而家要揾藍色呢個位咧個時間，哦咁好簡單啦，好簡單啦，就係一點三廿二
同 2.03 相減咯。2.03減1.32，嗱呢度咧有少尷尬啊！呢個係減嚟噶，就唔係字啊。OK， 咁你諗下幾多分鐘咧？諗唔諗到啊？嗱，我就自己咁諗嘅，60-32先，咁係咪28分鐘啊？咁呢度仲有3分鐘啊嘛，係咪啊？因為2.03係咪仲有3分鐘啊？咁3分鐘加28分鐘咧，就即係31分鐘。咁人哋問你靜咗幾耐，咁你咪話31分鐘。咁如果要用小時去做咧，咁你咪31除60個小時咯，即係兩個答案都得咯。OK， 好啦，咁跟住啦，佢就問你啦。在呢個期間，阿何佩玲同曾志偉距離 P 城咧幾多遠嘅地點相遇啊？嗱，佢哋相遇咧係點樣咧？佢哋相遇就應該係相交點嚟嘅，相交點就係相遇嗰個地方。咁即係話我哋要揾個相交點先，就而家紅色呢點啦。咁紅色呢點咧，你要揾個時間啦，同個距離啦。咁問題就係咁啦，佢而家問時間定距離啊？佢係問距離喎，因為佢係問距離 P 幾多相遇啊嘛。咁即係話佢問你個距離咯，得唔得？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啊按比例咁就得噶啦，呢啲數好簡單嘅啫。我哋揾翻個相似三角形，見唔見到個相似三角形在哪裡啊？見唔見到相似三角形在哪裡啊？嗱，見唔到好簡單嘅啫，我拆曬佢，一畫俾你睇咧，你又見到噶啦，就係呢度、呢度同呢度咯，咁咪相似三角形咯。嗱，咁就得噶啦。咁即係話而家我哋短呢個咧，我哋揾咗短同長啦。嗱，長呢個咧。就是兩個鐘，就呢度，距離有12，咁你要揾呢度，我係當 x 啦，咁佢呢一度個時間係幾多？咁好簡單啦，1點鐘去到2:18，1點鐘。去到2:18，咁個時間係幾多啊？就1小時18分咯。咁即係話呢個係1小時18分鐘咯，得唔得？咁就做完啦。x除12就等於個時間1個鐘頭。18分鐘除2個鐘，嗱呢度牽涉咧個單位不同啊，咁所以我哋一定要 make it the same 先，我哋要令到一樣先。2個鐘頭點樣變同1個鐘頭18分鐘咧？咁我哋梗係攞分鐘啦，咁啊60+18就應該78分鐘，下面就應該120分鐘。嗱，咁你就做到個比例啦，咁啊做到個 x 啦 ，x 咧就12乘過去，咁呢度約咗係十，78除10，咁就應該係7.8嚟嘅，咁所以答案咧 x 咧就應該係7.8嚟嘅，咁個 answer 咧就呢一度咧係零，咁即係話呢一度就係7.8嚟嘅，冇咁高，啊咁啊做完啦3分。咁所以呢啲題目咧，你最緊要睇翻個相似三角形，睇到個相似三角形就睇翻個時間嗰個比例，個相減個相減，跟住攞翻個高嘅比同底嘅比，咁啊做到噶啦，慢慢做，唔係好難嘅啫。仲有最後一 part 啦，
問你邊一個跑得快啲，叫你解釋個答案。嗱，邊一個跑得快啲，叫你計個答案咧？其實好簡單，即係問你兩個嘅速率啦。嗱，佩玲嗰易計啲嘅，我哋計咗佩玲先啦。嗱，頭先都做過噶啦，就係佢十二除翻兩個鐘啊嘛。咁所以個佩玲嘅速率咧就係十二除二，咁就即係六個 km per hour 啦，六個 km。每小時六個 km， 咁啊六個 km per hour 啦，咁啊做完嘅啦。到曾志偉啦，嗱曾志偉嗰個總距離咧，佢去唔到個 P 位嘅，佢去到二咧停咗喺度嘅，咁所以佢總距離咧整個係十六減二嚟嘅，咁十六減二即係幾多咧？即係十四嚟嘅，即係佢冇行到十六嘅。他應該行16減2，即是14的。OK？ 那個時間呢？時間呢，他應該都是兩個小時的，1點去到3點嘛。雖然他停過而已，他都是1點去到3點嘛。咁即係兩個鐘啦，咁所以即係七啦，咁即係曾志偉快啲啦，因為佢係七 km per hour 啊嘛，咁所以答案就係志偉快啲啦。好，咁啊做唔到多条啦，喂，早少少落堂啦，有冇问题？有问题喺度问，冇问题可以闪噶啦 ，OK？ 有冇？冇。好。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